最后讲圆满次第时候，讲完了，已经到成佛了，回头又讲信，已经成了佛了，回头讲信心，谁成就你的信心，谁让你发起的信心？心不离体，心是因，成这个果是因为那个因成就的，因此因为你度一切众生，你才能成佛，没有不度众生的佛。根据这个意义，你能对众生还生烦恼吗？众生是你的父母，就是佛，没有众生你成不了佛。那你把一切众生真能够入世观，把一切众生看成是佛，妻子父母一切众生都是，这在《华严经》讲的意义就全体大用，全体大用，这叫不思议。所以普通的说，这个孝顺父母啊，当愿众生善遂于佛，这普通一话了吧，随文讲嘛，啊，就是孝顺父母啊，就是侍奉佛那一样。但是我们众生分别心，你见这个猫，见这个狗，见这个蚂蚁，见这个老鼠，见这个苍蝇，见这个蟑螂，你能把它当成佛吗？我们哪位道友发这个心？我是没有。对，为啥呢？我们这个业啊，还没到这种程度呢，发不起这心来。把这些众生，特别是老鼠、苍蝇，蚊子，就是我们这个心呐，跟佛心呐不一样的了，所以我们要忏悔啊。那这就是我们的障，什么障？就是业障。当孝思父母的时候，当愿一生啊，把他都当成佛像，要护养他。这在家的菩萨，如果你妻子儿女，待会就是聚会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入你的心呢？怎么样想啊？前头们有一句话，大家永远记到的：只家性空。你一定观想这家是性体上不存在的，是空的。那对你的妻子有冤家啊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嘛，并不是两夫妇就是都很好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有时是冤家的。咱们看见有的夫妇一结婚就吵就打架就闹，一直闹，现在有离婚之说，可以离了，过去没有，倒退100年，要倒退200年，那个封建社会哪有这个说，那就永远离不开的。这叫冤家路窄，那路子非常窄。还有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，怎样办呢？学佛的人善用其心，把妻子最疼爱的，把她当成了最亲热的，不把她当成冤家看，要转化。我们贪心、贪财呀、贪一些事物啊，反正贪恋这个娑婆世界世间吧，要把这个放下，要看破，只家性空。诚实观念空念要观着成了呢，这种的障碍就没有了。特别你的妻子，特别你的先生，不论哪一方吧，先入佛道了，一定要发心，一定要度他。度很不容易啊，像我们信佛的好多道友，他现
他说女相，他先生不现。那他信佛了之后了，那佛就教导不要杀生，那他在家里做菜了干啥了不买肉了，那他先生啊或者小孩子啊，那提出反对啊。这个我劝了很多道友，你照常的生活，你该给人买肉给人做肉吃了，或者你做这个白菜馅饺子，总没有做肉馅饺子他吃着香吧，他不习惯呢。他说那不犯戒吗？我说没有戒，没这上规定，就没这上规定。对，因为佛有规定的，要三净肉或者五净肉，说不见不闻不为我，他不是为我杀的，我也没听见他，没看见他杀，我也没听杀的声音。这叫三净，还有五净。我说待怎么这果都很少，说那秒吃的，说老虎吃剩下的，和老虎吃獐子吃鹿子吃剩下的，你可以捡着吃，这叫净肉。但是佛在世时候，佛天天都吃肉啊。人家给什么吃什么，那些比丘他是托钵乞食的呀，他不是自己做的呀。他看见拿出人盛着一碗肉给他，咱们现在都不能吃，对，你吃素吃久了，你吃了也吃不下去，肠胃啊，他起反感，他吐。但是这个不是信佛的条件了。我是举这么一个例子了。所以你在家里头，你信了佛了，你慢慢慢慢地劝他们。你要发菩提心，要度他们。如果你连你先生度不了，你也怎么度众生啊？如果你连你的夫人太太度不了，你怎么度众生啊？就是互相的耐心，对家庭不贪恋不执着，知道它是性空的，这个含义很深的，前面讲过很多了。你要修法的时候修空观，这个家庭是无常的了，随时可以破碎的了。那你到年纪大了，也许他先走，也许你先走，也许年纪小的走，这都不一定的了。这个含义很深了。叫知家性空的，不要贪恋，把自己妻子跟一切冤家看成平等。这等你修观、饮食、修行，等你修长了，这观成就了，也懂得了，要得五欲，当然众生。拔除欲见，究竟难闻。五欲境界呢，包括色、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所以说，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地狱五条根，根要发芽，要成长的。说把这根子拔了，你就难闻了。你拔得越干净越难闻，因为你把这个财色名食睡断了，你就不在六道轮回转了。但是很难呢，很难呢。所以在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净行品教授我们的断这五欲，断这五欲怎么断呢？叫你善用其心，就是这441愿，就是叫你锻炼断五欲。你把它拔出来就没痛苦了。那你身上有个刺，你感觉总是痛的，你把刺拔出来，过一天它就好了。比如射箭的射到我身上，
射箭的现在没有了，一个刺啊，一个那儿割破了，你不是感觉痛苦吗？对，就那个意思似的，能够断五欲的是你在家一信佛的最初的根本，要除掉五欲。说我们出了家了还有好名吗？有哎，有，咱们也考试吗？考到前头来高兴了，考到后头来不高兴了，这就是好名一种啊。不是表扬哪位道友，批评哪位道友，那被表扬的高兴啊，没被批评的他就不高兴啊。你必须得锻炼锻炼。那这是总说了，这里包括很多了。我们好多道友，七本奴道友，在家那习练弹琴呐、绣花啊。我记得有个学者吧，他以前家庭很阔的，他以前呢就是弹琴呐、作诗啊、种花啊、养猪啊。他说琴棋下个象棋，书画写字画画，喜欢这些个，作诗喝酒卖画，琴棋书画诗酒画，当年字字不离他，就这七个字啊，哪个字都是这贪耐的。而今七字都更变，现在这七个字变了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生意不那个，家庭衰败了，那自己得操劳去管了，管啥呢？买个茶叶啊都很困难了，喝杯茶都很困难了。这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天就得柴米油盐酱醋茶发愁了。如果放下，连这个也放下，那个没有了，那个没有了，你不放下也得放下啊。说我们出了家了，你出家了要睡觉不睡觉啊？你要吃东西吗？这五个字啊，你很难得离得开的。等你那个修道的时候疲劳，睡眠不够，睡眠不够，很想睡大觉。为什么高明寺老和尚来国老和尚他说，因在常住睡大觉，不在小庙去办道。我们很多人要住小庙，要住个洞，干啥呢？睡大觉。没人管了，没人限制了。修道啊，有的修道的那得破了禅的师父，咱们说开悟吗？不破禅不住禅，开了悟了再住禅。那个住禅是一个人住了，不是像我们大家住了。说这个很无欲境界很不容易放下的，很不容易放下的。我跟那个大哥可能知道，能海老法师啊，就现在那个塔的中间的白塔那个，对着戴罗顶白塔。我跟他老人家在那个哲蚌寺，西藏哲蚌寺，哲蚌寺后山住茅棚。也不是茅棚了，就个洞里头，在那儿在那儿，他一天在那儿住，每天他下山给那个康萨仁波切，他自己背一桶水，水不多了，小桶，背上，不管大小吧，他背上山那个山上的水，送到那个哲蚌寺，贡玛康萨，贡玛康萨是这个康。